我们这个队有点那个。哎，王，你说我特别喜欢我们倚老卖老队的主题歌，叫什么？最美不过夕阳红。等一下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风华正茂队就还没比就获胜？ 那我也参加这个队。参加这个队。我先放一个狠话。你有针对的对象没有？每个人全部。<笑>全部。坐好了。别以为你们了不起。哇哦。坐下来，一般高。 You what？ 看到娜娜姐姐了吗？中学生广播体操，时代在召唤。我真的觉得我们。 太棒了！您在演出过程当中一直拽着队长的衣服是什么意思？是队长他老乱走。给100分啊！哇！你最喜欢谁的表演？谢娜，谢娜，也是连名带姓的喊。 谢娜哪儿跳得好啦？全部都跳得好，但是娜娜更加突出，对不对？湘月，他们好是好，是比我们差一点，对不对？来一个。哇！差一点，差一丁点儿。娜娜差一丁点儿，其实重点是漂亮。Cool。 后期批，不用你不用求，你就这样做，后期帮你批。来，预备，走，表情。然后你抛给星星，抛给星星。娜娜也是在舞台有一定地位的。是的，现在回归了我们。 娜娜回来，你特别像一个蛇精对七个葫芦娃。哎，我就热了个身，还有什么赠送我啊？你救我！哟！首饰朱正廷，他不是特别喜欢你吗？娜娜说懂了，美人计。正廷，我看你开场那两下，好像你要迈向深渊哦。<笑>最好送你四个字：悬崖勒马。 我气势上先不能输嘛，对吧？就是感觉娜姐你气场很大，我气上，我气上，气上。这还是老的啦。首先呢就已经，谢娜真的没有要尊严的。 我们是在看驴在推磨吗？对，正廷是驴吗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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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娜又跪下了。啊！谢娜有一个气球跑出去了，现在1比1平，1比1平，现在1比1平，好。 现在时间还有1分钟，白热化，白热化，娜娜危险啊！你这个气球一直被挤压。
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拳击手套有什么用？哎呀，婷婷，你出汗了。没关系，我自己擦。你出汗了，我可以自己擦。我帮你擦。没事，没关系。现在时间还有30秒。每秒还有，每秒还有，每秒还有。Oh my god！ 哎，怎么弄呢？发生了什么？怎么弄呢？发生了什么？太可怜了，自爆！太可怜了，自爆了。娜姐，你这是乌龙球。你也看到你前面两个，一个正面教材，一个反面教材。你心里嘛也应该有一杆秤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真的是倚老卖老，好可怕这个队。好，救命啊！我的妈呀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，我的妈呀！好像啊。来做一个一模一样的，来。哇！哎，我们也要合影。谢谢，可以在那个重庆杜莎夫人杜莎夫人蜡像馆的重庆站。对，之后也会要那个巡演。娜娜要打给她自己。我吗？开始了，走心了，娜娜走心了。是，我们这儿大太阳哎。我也想哭。你在哪里呢？3、2、1，抢答。这个太难了吧。想一下我的第一句话，对方说什么，我说我也是。我真的好想你，我也是。又开始下着雨，我们这儿大太阳哎。歌，然后你就选歌进去就可以拍 MV 了。对，因为我之前没有玩过短视频，我现在马上要进快手玩短视频啦。好，我觉得人家这个都是想半天，然后很经典的，我们就是瞎聊天，也太随意了吧？对啊，我们群聊没有一句正经。怕我直播要道歉，整个人啪啪打脸。哎呦，回家你等下来接我。哎呦，你心里人去哪儿了？哎呦，加辣的花，助理上次带回家，他吃得乐开花，今天我一定要加。你还说3月练出马甲线，我不管要道歉就道歉。娜姐没事，我们没